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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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抱歉，就是我实在是没有想到，原来前一晚的酒精可以到隔天的下午，竟然还可以测出来这么多。赶时间还敢喝酒吗？当然不会，当然不会，当然不会。这个我觉得这个刑罚真的是太重，有点当下真的是被吓到了。就是我，因为其实我真的本人一直很讨厌酒驾。我其实那天去看球，我也是搭车到新庄去看，所以我真的没有意识到，会是这个结局，真的非常抱歉，真的非常抱歉。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吗？就在这边。好。好，小心小心小心。没有，就是真的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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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抱歉，就是我实在是没有想到，原来前一晚的酒精可以到隔天的下午，竟然还可以测出来这么多，所以我当下真的是非常的震惊跟惊讶。但我觉得这些都不是借口，也不是理由。然后我觉得既然做错事情，就是真的乖乖接受惩罚，然后道歉，真的非常非常对不起，真的不是故意啊。嗯、那有网友叫你退出演艺圈，你怎么想？退出演艺圈，暂时还没有想到这一块，因为我现在还在震惊当中，就是我自己其实也很惊讶，就是所以，对，就这样。前一天是喝到几点？前天真的没有到很晚，其实12点多我们就回家，因为我去球赛嘛，然后。回来吃个宵夜，其实12点左右我们就回家了，所以早上起床我也是就是睡得很好，然后精神状态都很好，所以我没有意识到真的是隔了这么十几个小时，我里面还有那个酒精成分，所以真的是很抱歉，真的很抱歉，真的没有想到会是这个结果，因为当下警察叫我吹的时候，我还吹超用力，就是我没有意识到是有酒驾的行为这样，所以。但都不是理由了，我觉得就是知道，就是我们都很震惊，就是想说怎么会是酒驾，原本想要被 A 到，然后把那个东西处理完，就没有想到是这个结果。对，那短时间还敢喝酒吗？当然不会，当然不会，当然不会。这个我觉得这个刑罚真的是太重，有点当下真的是被吓到了。就是我，因为其实我真的本人一直很讨厌酒驾，我。其实那天去看球，我也是搭车到新庄去看，所以我真的没有意识到，会是这个结局，真的非常抱歉，真的非常抱歉，对，真的不好意思，你们待这么晚，真的不好意思。小心哦，大哥。小心。那你知道你明天原本要出席的珠宝会被取消了吗？有安排。会不会担心自己的演艺事业受到影响？小心。没有，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先好好道歉，然后真的回家反省一下自己这样子，对。谢谢哦，不好意思，辛苦你们了，这么晚。谢谢大家。